是没有啦，一定要接近啊。对，要接近。现在一定。还是我现在很可怕吗？还是我太可怕了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我比较阿皮，你是比你。非常谢谢九令，姐这么大的邀请，还主动问说，哎，维尼安可以跳一首到舞吗？虽然说我就是那个，从来没有这样过。对，但又想说，到底谁会有这样子的机会，能够在小巨蛋的舞台上面跟九令一起跳舞，一辈子可能就只有这一次了。 这样啊，没有你 OK 吗？以后还会找我吗？会啊会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可以啊，真的吗？没有，你什么？你真好。我是speaker，你在darkness，keep on in the darkness。你们的反应就会回馈到我身上，你们给我多少，我就给你多少。我只能说，你们今天赚到了。